2023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AI 啦。那在今年手机上会有哪些新的 AI 功能呢？就让秒懂潮科技来告诉您。不满意手机内建桌布，但网络上也找不到喜欢的图片吗？有些手机内建了 AI 桌布功能，让你可以替换句子中的单字，由 AI 帮你产生与众不同的桌布哦。除此之外， AI 还能帮你编辑照片，不只可以帮你轻松地将照片主体移动到另外一张照片上，还能帮你拓展照片的边界哦。开会时匆匆忙忙的记录，事后整理才发现一个头两个大吗？那就让 AI 来帮你吧。只要轻轻按下一个钮，就能自动帮你整理成有条有理的笔记哦，让一堆文字瞬间变得非常好阅读。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。这是在讲啥话啊？我拢听拢无呢。通话时双方都不会外语吗？那就让 AI 来及时帮你翻译吧，就像有了翻译举若一样呢。还有哪些 AI 功能是你想在手机上看到的呢？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，别忘了订阅神脑国际 YouTube 频道哦。秒懂潮科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